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打火焰文章的英雄篇啊。现在呢我的体能是50，这体能不知道能不能再加大啊，总感觉现在有点不够用啊。好，那咱们现在今天继续打故事模式，咱们马上开始啊，主故事模式。然后呢今天咱们打第五章文章弗塔塔比，继续文章。好，咱们开始啊，我看我这个阵容应该是我的四大护法没问题啊。好，咱们开始。心配はいらない。心配はいらない，就说不用担心。好，咱们开始啊。哇，叫做ナバル。什么，你们来了？是的，我们来了。我呢虽然不恨你们，但是呢我是被雇佣的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只能履行我的工作。这看来也不像坏人啊。那你们就去死吧，你们看起来呢其实很可怜的。说了一些大话啊。好，那咱们来啊，我看看啊。他有两个不带颜色的。不带颜色的是不是说我谁都能打呢？我觉得不带颜色是万能是吧。我的 Nino 现在是非常的厉害啊。然后我这还有一个可以骑马的。右边是红的话，咱们红对红。好，差不多这个战术估计咱应该能够轻松拿下。我的防御力下降是吧？这是个僧侣利夫。哇，这个大爷岁数可是够大的，看着啊，这是个大爷。我看看这该怎么打啊。心配はいらない。心配はいらない，不用担心啊，拿下。不过我这是个绿斧，上面是个红剑，估计我吃亏啊。好，看敌人行动。哦，他打不动我，那 OK 了。拿巴鲁刚才吹的挺凶，其实没什么真能的啊。好，咱把他拿下。哇，一刀砍下。我这个雇佣兵他拿的是刀吗？好像像把琴似的啊。不是刀。是斧，应该叫斧啊，它是绿色嘛，绿色应该是斧。哇，你们干的不错。感觉很有意思，那咱们再见吧。他跑了。他不跟咱打，他跑了。我看啊，咱们现在有10个宝珠，是54458。咱们抽到13个宝珠的时候呢，咱们就去再抽卡牌啊。昨天抽了一个五星，估计再抽不到五星了啊。很难，可遇不可求。我看啊，这局是一红然后加一绿，咱们让红去打应该是问题不大。咱们先飞出。好的。然后我看啊，对方是红，咱们让这个红向右套边。好，这个战术啊咱们试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讲究战术啊。哇，他打我费10不少呢。绿，他是绿，我应该是用红打，现在没办法啊。让我的红枪飞过来打他的弓箭。飞不过去。心配はいらない。只能打了，没办法了。我这有翅膀了，居然飞不过这个墙是吧？有这么一说啊。好，拿下弓箭，因为我的带翅膀呢非常怕弓箭啊。接下来我看看啊，这红继续套边。好，看敌人如何行动啊。战棋的游戏我真的是打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玩啊。非常喜欢。当时我是玩的叫什么，是一种特殊的大战略。不是那种大战略，是特殊的大战略，感觉真的是爱不释手啊。这打不着他，打不着他，往前走一步，然后让咱的尼诺打他。尼诺，有人说这个尼诺非常的可爱啊，确实是画风非常的可爱。
好，咱们又清一局。咱们现在应该是11颗宝珠，还剩2颗宝珠哦。哎，网络通信有点慢。11颗宝珠，咱们继续打啊，侠姬 ，Let's go。頑張れよ。咱们打他们应该不在话下，咱们现在都是19级左右啊。我现在的平均的部队，我看看啊，上面是一蓝加一弓，咱上一个斧子应该是能够拿下。下面还有，怎么下面有一个弓？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弓应该能射到我。绿克兰，然后下面的咱们下红算了啊。好，这个战术，颜色相克真的是很厉害啊。好，对方没有什么行动，那接下来我是蓝对蓝，把他拿下。哦，拿不下他，30变4。稍等，我想想，先拿下他的弓。尼诺，尼诺这听着名儿就不像个女孩的名儿。哇，我13乘4，刚才拿不下，怎么现在就能拿下了呢？哎，看来这个咱攻击是有先后顺序这么一说啊。我看啊，咱们先拿弓，拿不下。哎，我的费鲁4星还是稍微的差一点啊，那咱只能待机，这个桥过不去了。他这个弓打我的斧是打不动啊，然后继续进攻，把他拿下。我的菲尔怎么攻击力这么弱呢？他打弓都不行。好，一下拿下，帕茨，漂亮。咱们又清一局，现在应该是12颗宝珠，拿到13颗，咱们不行。我想想，咱们拿到17颗宝珠吧。现在是12，咱们再打一个变13颗。拿到17颗宝珠，咱们可以4连抽，效果更好啊。三姐妹，妈舞，三姐妹之舞。我看啊，对方看来是三个女孩，咱们啊先不动，看敌人怎么动。哦，敌人先过来了，看看危险范围啊。哇，现在很危险。对方是蓝蓝绿。攻击，哎，攻击不到他。这样的话，这样布局一下吧。好，咱们待机，看敌人怎么行动。我把我的5星放到最前面啊！哇，他绿来了，他绿过来要打我的，要打我的蓝，我的蓝肯定要绕开，拿下他的翅膀。卡丘啊！哎，卡丘啊，人家说是在5星里面最厉害的蓝啊，好像有这么个说法啊。好，拿下他的绿，拿不下。我的费尔感觉真的很弱啊，打谁都不行，这4颗星差一些。尼诺，好，补上。帕奥拉，他打不过我，好，拿下帕奥拉。辛多卡，这是我的5星，绝对的主力啊，绝对的中场核心。如果用这足球来说，我这就是中场核心啊。我的5星10号。辛多卡，辛多卡，我查过啊，这个在这个游戏中，辛多卡5星里面排的并不是很高，排大概5、6名的位置。最好的应该是刚才那个卡丘啊，咱们13颗宝珠，咱们再来啊！神龙的王女，マイリマス。哦 ，Tiki， 哇，我知道了 ，Tiki 是5星当中好像说是最厉害的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什么？你们？难道你们就是贝洛尼卡所说的那些个坏人吗？贝洛尼卡应该是那个女皇啊，他们说我们是坏人，
那拜托你们了，你们不要过来，千万不要靠近我。哎，他不让我们靠近他啊。你们如果过来的话，你们可就要倒霉了。他又说我们要倒霉啊。那我们看看该怎么倒霉啊。首先说，我想想啊，前面他有个飞镖。再一个走。どうしよう。指示を出せ。没问题。我看这个 Chiki 有多厉害啊。他话反正是说的够大的啊。哦，他让我的攻击力下降。我想咱们先拿下他的飞镖再说。还拿不到他。啊，可以拿下他的飞镖。他的飞镖叫 Chief。这名起的都不像日本游戏啊。哦，稍等，他的绿可以打掉我的蓝，看来还不能行动，咱横着移动算了。新拍完伊拉奈，不用担心。哇，他这边这个蓝够聪明的，根本就不动。那咱们让绿去消灭蓝算了啊。我现在靠近他，看他怎么办。对方是个蓝色的翅膀，绿色的翅膀，咱们红色也要跟上。好，看敌人怎么行动啊。蓝打我的绿，他不是找死吗？枪兵打不过斧兵啊，你看这斧子多厉害。好，敌人上来，咱们要用颜色相克啊。首先咱用咱的蓝打他的红。Go Chiki，是这个非常厉害的小女孩啊。哇，她会变身，漂亮，两刀砍掉。喜诺卡还是不错的啊。接下来我想想，她有个绿，咱们让咱的妮诺打，妮诺打不着，天哪。都打不着。好的，咱的斧兵可以打到。斧兵对斧兵，我的斧兵是四颗星，应该说还是不错啊。好，咱们又过一关。咱们宝珠现在是14颗了吧？我省了点用啊。啊，我被你们打败了，谢谢谢谢。我呢可以恢复到原状了。哎，他能恢复到原状了啊。啊，我现在已经不用再被迫作战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这一看是个好女孩，她绝对不是坏人啊。哇，辛苦了，咱们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。咱们现在所瞄准的敌人呢并不是马鲁斯。不是马鲁斯，那是谁呢？文章的异界和以前一样，咱们已经把它解放出来了，但是呢门还没有开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呢还会再进攻我们的异界的。特务机关必须要加强门的警备。这个门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而且呢存在门的数量呢是非常的多。而且呢今后呢恩布拉帝国军呢还会再攻击咱们呢，也说不定。先跳过不给大家翻译了。翻译的话这一期估计得打一小时哈。反正就说啊，他们呢在守护一个门啊。啊，真的是太办法了，没有办法。啊，他们要两国之间啊，他们要协力作战。玩手游的这种废话太多啊，我感觉任天堂的游戏吧，怎么说呢？对话太多。第六章白夜的世界，咱们呢，第六章下次再打。咱们打什么？咱们打一个这个困难模式。哎，稍等啊，我想想，是打困难模式还是说打竞技场？咱们打一次竞技场算了。我看啊，今天哎，我这右下角怎么有一个啊？有一个这个500个宝石应该是。我先把它得过来之后，咱们打一下竞技场。因为前两天我打了三次竞技场，咱们现在是三连胜。今天咱们继续打啊，大家请看，我现在是三连胜嘛，对不对？连胜数达到7呢，会增加328个 bonus。好，那咱们试试啊，咱们打竞技场，希望能够胜利啊。咱们现在打第一级，还是打初级啊 ？Go！ 我看啊，我现在是在左边，敌人看起来不弱，
上面是一红，上面是一红加一蓝，下面是一红加一绿。问题不大，应该能够拿下。心配はいらない。咱们试试啊，对方先冲过来绿，我现在用红顶一下，好看敌人怎么行动。现在敌人什么水平我吃不准啊，我看一下我的危险区域，哇这么危险，那攻击红打绿，咱们不吃亏。卡米拉，我天哪，伏兵卡米拉正是我想要的啊啊啊！怎么全是啊呢？咱们现在打不到他，那咱们待机，把他引过来。洛伊，天の道を，天の道を，剑之道。不好。卡米拉还是厉害啊，卡米拉还是厉害，居然敢打我的喜怒卡，这不想想怎么办啊。绿对绿，咱们呢先灭掉他的红，先灭掉他的红，卡米拉应该是不在话下，先灭掉对方的红算了，因为他比较克我嘛。一斧砍掉罗伊，哦，接下来咱们解决上面啊。さあ行くぞ。三十，咱们喜怒他，咱们喜怒卡打他，小儿科啊。頑張れよ。頑張れよ。哎，怎么不走呢？哎，我把他拉回来。哈哈，看敌人怎么行动。卡米拉打不动我。哇，也够厉害的卡米拉。哎，但是为什么我的经验值加的不多呢？好，咱们来啊，把他拿下。这么说咱们现在应该算是四连胜了吧，把他拿下的话。好，咱们四连胜。争取我打个七连胜啊，获得五百个宝石。不过我没法打七连胜，因为每天他好像只能说是参加三次竞技场，这干嘛？哦，申请朋友，申请一个吧。对对对，咱们交过手之后就能够申请朋友啊。好，咱们再来啊，咱们继续打斗技场。现在是四连胜，咱们再来。为什么非得是七胜呢？非得明天才能实现啊？今天等于说是今天之内实现不了。一天他只能打三次嘛，对不对？他真能设计啊！我看啊，咱们先不动，挑出危险范围，先不动，看敌人怎么动。他有弓箭手，他有弓箭手，咱们先灭掉弓箭手再说。我灭不掉弓箭手，还能给他剩一。哦，这样吧。交给尼诺，然后弓箭手确实灭不掉，比较烦人啊。指示を出せ。灭不掉他弓箭手不太好啊，我再试一下。确实是，就差一是吧？来吧，打吧，不管了。就差这么一下，挺可恶哦。好，让我再上一个红，绿也上。好，看怎么办？他弓箭手肯定打我翅膀啊，十六乘二，我天哪，给我还剩一。啊，我早知道不打弓箭手了，就差这一下。完蛋，又是卡米拉。哎，怎么网友们有这么多卡米拉呢？我就抽不到。还给他补血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强。我想想现在该怎么动。红打绿没有问题，卡米拉拿不下他，绿打绿，我先拿下卡米拉。看来现在我最厉害的还是尼诺啊，尼诺
别人都差些，包括我那个五星，我的尼诺现在是四星嘛，对不对？打他的例子吧，根本就打不动。好，看敌人如何行动，还给他补血。这例子看来就是给人补血用的啊！哇，都快补满了，但是他打不过我的尼诺。卡斯亚库萨塞特姆拉，哇，他把我打死了。卡斯亚库萨塞特姆拉。哇，他的弓箭手是几星级啊？这么厉害！看他怎么行动啊！继续补血，吸入魔法。天哪，我早知道，当时我一下把他拿下多好！天哪，今天有点被动啊！先拿掉这个补血的。好的。这叫釜底抽薪，对吧？然后再拿掉他的弓箭手。我的飞鲁怎么攻击力这么低呢？他是弓箭，我是刀，居然砍不动他。他打我费七，我这绿的就追不上他，是吧？我堵他一下，在这儿。咱应该能够赢下，但是损失有点惨重啊！看他射谁，肯定射我这个嘛。七还好啊，我的费鲁并没有死。好，我让我的绿斧去砍他。感觉竞技场真的难打了。哇，竞技场，我的初级竞技场都这么难打啊！我感觉敌人手里不是敌人，就网友之间的手里的牌还是很不错的啊。哎，雨晴，哎，这是个中国朋友吗？那叫做雨晴，好，我向你申请。哎呦，这么说的话，别人应该也能打我才对啊，在斗技场里面。我看看我这有个防卫结果，我看看啊，防卫成功，哎，有人打过我，但是我防卫成功，哈哈，还算不错。好，那咱们继续作战啊，咱们再打一场 ，Go！ 哎，真的宝珠不行，宝珠还只有14个，还差三个，咱们还打初级啊。我的水平就一个五星，我打不了中级啊。对方是两个蓝一个红，咱们用。红蓝应对就可以啊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咱们先待机一轮。哇，还能给补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咱们让蓝向这边套边去攻击他的红，这边是一红一蓝。待机。看敌人如何行动，还给他补什么？这是，应该是，而且还补两次，增加攻击力是吧？阿洛凤斯，阿洛凤斯手下败将啊，阿洛凤斯我也有嘛，对不对？我想想啊，心配はいらない，心配はいらない，拿下他的这个阿洛凤斯。然后。西吉奥达塞，哇，我根本打不动他，根本打不动。这样打吧，哇，库洛姆还下21，一刀砍下他，漂亮，我还能回点血啊，然后把他打掉，必须把他打掉。我的费尔感觉攻击力非常的弱啊，我觉得打谁都不强，我的费尔。然后还有一个我的尼诺，好看敌人如何行动。哇，我的费洛反击根本就没用，对方还能够增加防御力。
的 Nino 能打到他吗？能打到 OK， 还是我的 Nino 厉害。对方还剩一个蓝，冲，红比较怕蓝，撤。好，看敌人如何行动。打我的 Nino 啊，瞎冷，瞎冷不是刚才那个 Alphonse 的妹妹吗？那你完了。咱们现在是六连胜啊。好的，拿下。咱们打完初级竞技场，接下来就该打中级啊。不过初级能不能七连胜不好说啊。是不是申请朋友？申请 Liquid。OK， 接下来我现在还有14个宝珠，我呢是这么想的，我先不抽英雄，等我凑齐20几个，我看4、3、4、16、21个的话，咱们做个五连抽，所以现在先不抽。好吧，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这个视频我也给您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。哎，稍等啊，我这右下角又有一个奖励，我看什么奖励啊？啊，还是500个宝石。那这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拜拜。